腾讯冬奥报道，学武大使 INTO1 游戏时间。五人一组，每组12只蛙，一分钟内进口蛙数量多的获胜，输的要接受惩罚。开始了。喂，我的天！喂，这个都很像真的。嗯，要干嘛呢？我一个，哎，刘宇很厉害哦，有了吧？没有，快把这衣服，我一个都喊出去了，这个，这是我的手，哎呦，哎呦，哎，刘宇很有战斗力啊，又一个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我的机器人。OK， 满分吧。开始了，开始了吗？没人，没人，没真的呀，这都拍下来了。啊！头顶，头顶！妈呀，我好厉害啊！最后五秒。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真的，没事，还有35分、哎、分钟。哇！谁呀？好快啊！那我们有惩罚，就是1到5选一个数吧。二，你选一。一是用直播带货的口吻。你很难为死他了。你直播来了。你好，我的就是我要受伤。你们看冬奥会。可以啊，家人们，就这个吗？家人们，看冬奥会。可以，可以，没问题。嗯，冬奥会。哇！哎，你别现在把我们手机不在身上。体系规定数量，不是规定金额。对啊。发了，发了没？待会儿去抢。这个手打你的胸，哦，对，可以啊。啥？什么意思？这个还好，这个还好。协调性好。这个才难。哦，这个难。一只手向前，一只手向后。这个很难。要紧肌肉才做到。这样吗？这样吗？右手画方。对，这个也难。Square and circle。这个太吓人。这个。然后我们就是平时的那五位呢，有红包。哇。谢谢。哎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。最后的不一定，你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没有诚意。好。